嗨，各位同学好，欢迎来到 Phonyphonics 自然音标 Phonyphonics 自然音标的课程。今天老师要为你介绍的是短母音 A 的复习 Short Vowels A Review Short Vowels A Review。 好，那今天在你做这个练习的时候，请你务必要下载好我们的所有的 A 短母音 A 的练习字卡，短母音 A 的练习字卡中，总共有219个单字，总共有219个单字。好，我们该今天要做的第一个练习是一字一，请你跟老师这样做，请你跟我一样，把我们的字卡拿出来。把我们的字卡拿出来，老师今天要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在一字一。请你跟着我做，在一字一的地方，我要你拿出字卡中它的 rhyme， 它的 rhyme。也就是我们举例来说，这张 GAB Gap， 我要你拿出它后面右下角 Rhyme， 像这个是 AB 的地方。今天我们要练习短母音 A 以及有声子音 AB AD AG AM以及我们的 AN。 OK， 来，请你跟着我做，请你拿出字卡中的 AB 结尾的地方， AB， 然后我要你拿出 AB AD AG 以及我们的 AM 以及 AN。 OK， 如果你一开始就已经排好了，我们可以减少一些在排列的时间上。好，你现在请你把它拿出来，AB AD AB AD， AG AM对，好 AM 以及最后我们的AN。OK， 我们先拿出来我们这几张卡了哈。来，跟老师讲的一样哈，我们现在拿出很多卡，不要害怕啊。我们首先先把这些卡，我们把它做一个混合的动作啊。You can mix， You can mix the card， 你可以把它混合啊。当然你也可以 shuffle the cards 当然看你要怎么做，你要 mix 还是 shuffle 都是一样的哈。那当然记得有动的这一边都要朝同一边哈。现在我们刚刚做一个动作在我们现在要玩一个游戏哈，所以你可以把它mix 起来哈。
把它混合起来把它 mix 完之后呢当然我也可以做第二个动作我们也可以 shuffle mix or shuffle shuffle 的时候当然我们还是像要把它像 poker 一样哈像扑克牌一样把它叠起来来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我们的新的卡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个 shuffle 的动作我们可以 shuffle the cards 就好像你在玩 poker 的时候扑克牌的时候It's like you play poker you shuffle the card and you mix the cards OK 好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来我要你做的一件事情现在我们已经这个卡已经完全的mix and shuffle 已经把它混合并且再给它做一个这个抽卡的动作了来如果你的英文还不错如果你的英文还不错或者你是一个初学者或者你是想要教人家英文现在我们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你可以找一个 timer 找个计时器来比如说我计时两分钟好了我们现在计时 two minutes 计时两分钟我要你把这些卡用 alphabet order place the card in alphabet order 请你把所有的卡把它恢复成由字母顺序 A 到 Z 的顺序开始做当然我们现在以两分钟为时来现在我们先来计时两分钟两分钟之后我们看看你是否把它由 A 到 Z 的顺序把它排好来跟老师一起做谢谢当你在做这个东西我们是训练你一个对英文的能力的配合也就是说你懂得A 的后面是 B,B 的后面是 C, 这个顺序这是训练你一个脑力激荡所以这是一个免费的游戏你可以自己找几个朋友一起来练习玩看谁组的最快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游戏增加你对字母的判断能力哈。这个游戏对小孩子或者对英文初学者是最有效的你可以更认识这个英文的顺序当然你可以设定三分钟或五分钟或者更久如果你需要更久的时间一次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组别的卡来玩好所以两分钟到了老师并没有来得及把它拼完来我们继续拼下去我们刚刚用了五组卡五组卡的时间是会久一点好像这个是 A 开头对不对 AM 一定大过 N 所以我们先把 N 放过来BA D 一定大过 G看老师这样的牌
像 C, CAB, CABCAN、哦、CL、哦、CRCL、CRAB、哦、老师这样子排哈 D、哦、D D、哦、A 一定大过 M 嘛，对不对？所以 D 一定大过 M， 所以D A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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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大过 M， 好，我又把 D 也排好了哈。好 ，F F A N G L G L 大过 G R， 好 ，OK 的顺序。H A 大过 D 大过 M， 好。G A A B 大过 M， 好，所以老师 A B C， 哦 ，Oops， 好，这边老师还有一个 G A B， 好，没有，刚刚没有放正确的位置啊，我现在来再来放一下哈。OK， G A goes first。OK， 来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好 ，L 过来了 ，M N， 好 ，Neck。N O P P A N P A D P A N P L A N C D E F G H Q R， 好，现在我们做 R R A G R A M R A N， 好 S， 好 Sad S A， 好，然后再来我们 S C A M A N S T S L S T S W 啊，好，一样啊 ，T A B T A G T A N， no， 来我们 T A N T H A N V A NYAM， OK， 然后我们再把卡从后面排到前哈，啊，这是最后一张卡，我们倒个放，啊，老师喜欢这样比较快一点哈，那我们把它倒过来看看是不是 OK， 来，各位同学，我们刚刚的，我们要你找出来的字组有 AB， 啊，有 AB rhyme、AD rhyme、AG rhyme、AM rhyme and AN rhyme， 啊，那我用了五组字卡，啊，当然老师花超过两分钟时间，啊，可能我们下次五组字卡可能定五分钟，可能啊会是一个或者八分钟可能比较容易，哈，啊，来。我们先来看看哈，这五组字卡，我们看看我们有用到 AM、AN、啊、AB、啊、AG、啊、AD， 好，这几组。我们先来第一个游戏，叫做立把这五组字卡全部放在桌上，啊，我们做一个抽卡、啊、洗卡、啊、的一个动作哈，啊，之后我们把它啊全部混乱之后呢，我们又把它按照字母顺序 ，alphabet。Alphabet order 啊 ，Alphabet order 啊，就是 A 大于 B，B 大于 C 哈 ，A 在 B 的前面哈，所以我们排好之后的顺序呢，来跟老师看第一张 AM，
第二章 AN， 第三章 BAD， 第四章 BAG， bag 哈 ，ban B A N， brag B R A G， cab C A B， can C A N， clam C L A M， clam C L A N， 啊 ，crab C R A B， cram C R A M。Dad, D-A-D, drag, D-R-A-G, dam, D-A-M, fan, F-A-N, flag, F-L-A-G, gab, G-A-B, glad, G-L-A-D, grab, G-R-A-B, gram, G-R-A-M, had, H-A-D, ham, H-A-M, jab, J-A-B,Jam, J-A-M, Lab, L-A-B, Lag, L-A-G, Mad, M-A-D, Man, M-A-N, Nag, N-A-G, Pad, P-A-D, Pam, P-A-N, Plan, P-L-A-N, Rag, R-A-G,Ram, R-A-M, Ran, R-A-N, Sad, S-A-D, Scam, S-C-A-M, Scan, S-C-A-N, Slam, S-L-A-M, Step, S-T-A-B, Swam, S-W-A-M, T-A-B, Tab, Tag, T-A-G, Tan, T-A-N,Than, T-H-A-N, Van, V-A-N, Yam, Y-A-M. OK, 这是我们按照字母顺序 A 到 Z 重新排列出来。当然这个游戏我们当然现在可以再重新再排回去原来的。原来的我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重新排回去。我要你如果你可以花时间你再把它按照 ABADAGAMAN 再重新把它的再按照字卡顺序再来重新填完，或者你现在可以跟我进行到第二个游戏。当你把它排完之后呢，我要你做的一件事情是请你把它这些卡按照 Rhyme 的地方请你 highlight 请你替 ABADAGAMAN 的地方涂上颜色ABADAGAMAN 的地方涂上颜色。同样这个游戏不是很困难当然老实讲你可以用蜡笔你可以用蜡笔 OK老师建议你用蜡笔，并且用比较淡一点的颜色最好是我们 rhyme 的地方最好用红色的地方来把它填。举例来说 AM 请你就在 AM 地方提上红色，请你在 AN 的地方涂上红色或橘色请你在 AD 的地方rhyme 的地方涂上红色或橘色我要你这样的画这个颜色 OK 你可以重复这个动作然后每画一个 egg 你就念一下它的念音每念一下 ab 你就念出这个音 anAN 我们就念 AN 再复习一下 AM 你可以练习一下 AM AB AM 做这个练习 ADDEgg M
N-N 好，再来一家 Egg 好，这是老师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哈 Ab Add Ab 好，好。ABAB OK AGAG 好，当你复习完了这些卡之后呢，好，同样的，你可以快快的做，或者你可以跟老师一样，啊，你可以，我们先把它涂完之后，啊，涂完之后，你可以跟老师一起做一样的事情，啊，老师，我们，啊，当然，希望你这个录影带，啊，这个 video， 啊，你可以重复看，重复做，啊，这样子，啊，你就会了解到我们这个复习。该怎么做哈？老师建议你可以再重复一下我们最常做的这几个动作啊 ，highlight 啊，在看我们的 YouTube 的 video 的时候啊，可以重复看啊，这样子啊，我们这个免费的课程你才可以用的比较的顺序，比较了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OK， 那老师建议你的颜色啊，最好你就用这样子颜色哈，不然啊会到时候会有一些小问题。来 ，OK，So、okay, I'm done with the cards. I'm done with coloring the cards. 啊 ，I'm done coloring the cards. 好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我们的卡的地方哈，我在这个我们的 rhyme A B A D A G A M A N 的地方。啊，我把它涂上颜色了，啊，涂上颜色了。OK， 来，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 ，M A M M A N N A D Add。好，有没有看到这个头？这个头对不对？这个头跟刚刚不一样哈，它没有这个没有地方出来，所以我可以在头的地方啊 ，I'm coloring。The consonant 啊，所以这还记不记得 C 加 rhyme 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 C 加 rhyme 的 E C 加 rhyme 是 b a bad 啊 b a bag 啊 b an ban 啊 C 啊哈，然后这个是什么呢？二 C。记得 B R bro 对不对 ？B R bro 哈、哦，所以我可以练习 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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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rag 啊 ，c a cab 啊 ，c and can 啊 ，c and clam c And clan, crow, a crab.
cram, cram. The a dad. Draw a drag. The and dam. And fan. Flag. Gab. Glad. Grab. Grow and gram. Had. And ham. Jab. And jam. Lab. Lag. Mad. Man. Neck. Pat. Pan. Plan. Rack. Ram. Ran. Sad. Scam. Scan. Slam. Step. Swim. Tap. Tag. Can. Then. Van. Yam. OK， 好，刚刚我们进行过第二步哈，分辨出来我们的 rhyme 以及它的另外一组分开来的组合方式，也就是字头加字尾，哈，也就是我们讲的子音跟母音的结合，也有人称它叫做辅音跟元音的组合法。好，练习完了之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ABADAGAMAN 的字卡练习，同学们可以多做几次，谢谢。